今天是2014年12月31日，人民网澳大利亚在美丽的悉尼港为您带来新年的问候。悉尼的新年庆典历来以盛大的焰火表演和市民的热情参与度而享誉世界，今年当然也不例外。跨年庆典耗资高达720万澳元，有超过160万的市民与游客来到悉尼港两岸观赏焰火，共同庆祝新一年的到来。我们现在位于悉尼的皇家植物园内，这里可以说是观赏烟花的最佳景点之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公园已经人山人海，人们还在不断的涌入，身处其中，我们已经能感受到新年的热闹与喜悦。很多观众为了有一个理想的观赏点，3天前就到这里排队占位。当晚21时家庭焰火表演开始前，悉尼港还进行了特技飞行表演等庆祝活动。随着夜幕降临，精彩的新年庆典拉开了帷幕。It's beautiful. The lights were just amazing. You know, really powerful. You can also feel them. Really good. And it's also a very good time to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t was just awesome. And yeah, just so good.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悉尼报道。